煎好了，好，你就可以把企鹅放上去。哎呦，那总共几只啊？总共有20多只，不过被人家摸走很多只，摸走很多只。哦，放那有可能会倒哦。今天第三天，那我一样先来英特尔吃个米肠，然后再到中华电信要个饮料。欸，那我在我旁边这个是酷咪，然后太久的会战，他完全没有不要可以是补自己的血哦，今天都有烟雾包，然后他对这个时间点要过来，我觉得烟雾假日到了，所以大家都来这里朝圣，然后外面这个电视箱，还有这些坐在这里观战的民众，今天人真的很多。回去要仔细一下。崔磊，看到没有？
今天因为是假日的关系，所以人比较多，那我就简单的带过今天的活动。这里是水冷刺激箱，对，桌游区。哎，鸡头，哎，鸡头，哎。哦，人多不太好走哎。那现在目前中华电信在办活动中。太长了。
大是这样的。哦，对啊，技术上面的对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还是恭喜我们店宝获胜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下一位玩家喽。Hello， 我们要邀请下一位玩家。嗨，玩家，我们现在做秀一位。刚才的跳舞的走到我前面。Eric， 好 ，Eric， 你有平时有在玩射击游戏吗？好，然后跟主持人先做一下互动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说呢，接下来是哪一些？这边又在暗影师张的样子。吃鸡耶，吃鸡耶，有人成功吃鸡了耶。哇，吃鸡送一台萤幕耶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这个人成功的吃鸡了。太强了，太强了。放上去，哎呦，这总共几只啊？总共有20多只，不过被人家摸走很多只，摸走很多只。哦，放那有可能会倒哦，没关系，平衡它就对了。对，游戏只要切不下船都可以，你还可以放在这里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，太酷了。没事，还可以继续，还这还可以玩。对，因为你还没有整个离开船，反正换你。好，那我看一下。哦，原来还可以这样子、啊。没错。我要换船了，我要换船。台的热舞依然很热闹，人还是相当相当的多。那我就把画面带到这咯，那明天最后一天我们再来。